万人迷林峰十月十号现身香港，为赛马活动担任嘉宾。今年长期都不在香港的他，被问到日前 Angelababy 跟黄晓明举行婚礼，女友吴千语有传是伴娘的最佳人选，但后来吴千语非但当不成伴娘，就连婚宴都没有参加。林峰就解释，是因为女友因为在韩国有工作在身。千语他也是也是在忙他的拍摄，所以他也没办法去，之前就很早就预约了本来要他去出席那个婚礼的，那但是他就是没办法，因为真的韩国那边的剧组就放不了人，那反正就祝福他们吧。跟 Angelababy 和黄晓明一样，林峰跟吴千语也是圈内被看好的金童玉女，之前也经常有传两人好事近。被问到会否选择跟 Baby 和黄教主一样举办一个梦幻般的婚礼，林峰似乎相当抗拒。当他被质疑是否已经跟吴千语偷偷领证，林峰却竖起三根手指对天发誓，表示自己绝对未婚。我自己其实老实说，这私人的事情我是不是太就太会跟大家去分享，其实最主要就跟家里人分享，那说了很多次了其实也，那其实最近就自己其实只是在忙自己的工作，因为明年的演唱会，那还有音乐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计划，所以都专注在工作上面。那千语他也是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